呢就是 MAC 的彩妆，它最新的彩妆有什么呢？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是一个新年的版本吧？哇，非常的彩色，一个是眼影盘，另外一个是腮红盘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眼影盘的颜色怎么样。哇哦，颜色也非常的不一样，有蓝色，有这种 bling bling 的，然后也有哑光的。那像这一种的颜色我们就经常用，这种珠光的就可以。其实这个蓝色也很特别，我觉得可以在眼尾就是加一条线的那种，点缀一下。然后另外一个腮红盘，哦，圆形的这样子，哦，它有哑光跟珠光，这个是珠光，这个是完全是哑光，那就是随你个人喜好，也可以混搭一起来用。有他们的口红，有唇釉跟这种口红，这些口红是45号的颜色，哇，它的那个管都是非常的彩色，哇，是我喜欢的那种雾面的，还是雾面效果的，有一点点粉棕色。比较温柔一点的，这个是，还有这个唇釉呢，哇，这个是酒红色的唇釉，应该是特别牢，会容易那种，哇，很水哦，哇，它这个特别特别水，哦，酒红色。一个，这个是49号的颜色，也是雾面的，雾面状的。这个是，这个比刚才那个深一点点。哦，这个涂起来更粉一点的，这个更粉一点，所以这个是比较温柔一点。这个是49号，好，谢谢 MAC 的最新的彩妆。下一个是 Roger Vivier 的包，看他们最新款的包，这样子一个包，它这个袋子超级无敌好看，因为都是 bling bling 的， bling bling 超级闪。下一个是 LV 的最新的一个包包，春夏款最新的一个包，再看看是什么样的。哇，这个颜色非常的春夏，春天的气色来了，然后有一个很好看的金链子。我觉得这种就是穿那种比较 oversize 一点的大一点的衣服，然后就是背一下这个短一点的一个侧边背着这个包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蛮酷的。我们最后的猜箱先这么结束了，好，我先喝口水，好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